时代真正在进步呢，我会去看阮妈妈，我细汉看妈妈，甲看隔壁阿姨啊，迄过年拢足无闲，迄手搁冻。嗯，以前的冬天又很冷，手嘛，哎，足冻的，迄手嘛是拢爱去处理安尼。那他即马拢用 coin 吊叫年菜，迄些是不可同日而语。啊，恁妈妈迄个时阵嘛是，你细汉的时阵，恁妈妈迄时阵嘛足艰苦。哦，我妈妈足可怜的，我妈因为伊嫁过来时拢无嫁妆来，因为伊是对因妈妈对叫后来，从嫁人做后手的啦。啊，所以查囝嫁的时候一点仔嫁妆都无。啊，我阿妈当然就因为安尼看伊无起嘛，啊，所以个后头迄个甲迄个娘家迄个关系就越来越淡，娘家的啥物礼俗吼拢无法度背对嘛。为什么？阿妈不准。对啊，阿妈伊毋提钱好呀。啊，阮老爸趁钱拢交爸爸妈妈，含要剃头来甲老爸老母存长手啊。哦。啊，人迄边变成讲人也要做未来啦，人也要做啥的时，你去的时拢两只手啊，拢无带物件过啊，人当然愈看愈无起嘛。啊，过年的时吼。有啦，有两个小姐啦，拢伫台北咧上班，转来好，未输天顶刮落花咧。那么坐到遐，脚搭手搭，那么待伫咧做，位头做到尾。啊，小姐、小姐有转来无？有啊，有转来啊。哦、但是迄是天顶刮落花娘啊，是安尼扑他扑扑他他，伊都免做啊。哦。啊，所以位头直直做，直直做做做。有一年哦、喔，伊个脚吼肿起来。但一般来讲哦、喔，咱讲见到就是硬啦，见到就是钉啦，啊见面就是硬啦，啊脚硬啊。啊，用啊无钱好，无钱好去医吼，啊，拢用迄个高迄个药草啊去医啦。啊，脚愈来愈肿。用啊是长脓吼，嘿，就是你的脚肚嘛，哦，起一条裂疤嘛，以前拢有迄裂疤有无？啊，无钱好去学西医看，啊，就家己去用迄个草药啊铺，啊，愈高脚愈肿啊，因为你无去甲消炎嘛，啊，脚愈肿，啊，直直做直做，做甲正月十八哦，脚愈肿，啊，肿甲袂行，啊，迄正月十八拄王爷公的生日，啊，伊同我去甲王爷公谢。伊讲吼，我讲我实在是足可怜的，我是一个艰苦人，啊，我也无法度穿三星酒店甲你拜吼，啊，你我这支脚无了，我袂行袂做，啊，你来保庇我脚好。伊甲我讲的，我妈妈甲我讲的，伊迄阵在生甲我讲，伊讲伊迄暝咧困的时候，发现讲伫个窗仔门有一个人，啊，也一支脚甲换掉，也一支金的脚甲换掉，第二天、第三天伊脚豆豆好的。哎呦，啊所以讲就是苦命人吼，当时啊就是讲天公真正听我。啊，你阿妈敢会甲你妈妈苦到过年的时阵？会啊，拢嘛会啊。过年应该。我阿妈、我阿公因规家伙拢免做啊，啊，拢嘛着阮啊小姐、小姑了一大堆啊。你妈妈爱煮有几个人食？哦，迄阵爱煮十个，要几十个，正十个哦。哦。嗯。对。啊，拢靠一个在做。是哦。哎，所以祖先哦，我阿看到我妈妈做，看足可怜的。这真正其实吼，那时候的人煮十个人食是无啥物的。我听我妈妈讲，伊以前有四个兄弟，吼，安尼四个兄弟啊，大家迄个啥，都爱过大聚会，迄阵无阿未分出来。较早了嘛，大聚会。啊，迄阵的囡仔拢生侪，你像阮家生七个呀。对对对。我说阮爸爸妈妈安尼做。28小孩就28个。高。所以因讲迄阵哦，一煮哦，拢会煮三道至四道呢。嗯。哦，迄有吃，有当时轮流煮，轮流比如讲你一个月，因为一个月，算命是熬个月啊，你一个人煮。一家子出任何的饭要煮三到四桌呢，每人你看你都冻会掉，冻袂。我无法度，哎，我无法度。但是你炒米粉都炒到手断去。但是你若你煮吼，你做，人面顶人有该肯定的时阵吼，你讲你做死也甘愿啦。你有当时你做的时候，做到死的时候，你挂手刀话，红食刀红嫌臭臊的时候，你也愈做愈嫩。以前女人很可怜啊，我听我妈讲，就是说男人。先吃，煮好了，那先吃。对，剩下。这个剩下的再来是小孩。小孩，上尾啊，那煮饭的嘛。对，我们拢存汤尔，总存汤尔。伊讲，啊，有当要帮忙，有当要帮忙去用食了了。系啊，有当时啊，伊那边咧。不怪讲以前真卡过年的菜，就是别切鸡啦，因为很毒都上紧嘛，杀起一盖杀几啊只安尼。对，摆整齐。啊，不是红肉啦，一鼎啦吼，啊挂菜啦。对。哦，冬年菜那一鼎啦，笋丝个一鼎啦，拢安尼较紧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无就菜头粿，那有啥物秋肉？要不然天气那么冷，你怎么那个菜米道都可以是热的？我妈说她怀孕的时候，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轮到煮饭。为什么？先吃。一直在偷吃啊！偷钱先吃，一边煮一边肚子里面有小孩在吸收，然后你还要种田，然后有时候又没饭吃，都被吃光了啊！肚子饿到不行了。她说：“那煮起来吼，崩啊！”因为大家拢要你困，然后再加一点猪油，再加一点酱。酱油安就好啊，好足香。很短啦，他说大概两分钟，就出去烧嘛，两分钟变两碗。好快。因为你要赶快吃啊，要不然人家会发现啊。然后那一天吼，一共黑哈，亏了拢。精力无限。亏了拢五年，一共这有做超人了，万一就怕人家。
嗯，上面起码还是蛮鸟，规档的可以来泡澡穿哦。可是其实早期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家确实是很辛苦哈，但是媳妇熬成婆的时候，你怎么对待你的媳妇？我有一个朋友嫁到台南，她那个婆婆就是真的最辛苦了，因为先生很早就不在，所以家里面务农干嘛都是她一个人做。那因为比较远嘛，台北啊，只有很久才回去一次，过年逢年过节才回去。刚开始嫁去的时候，哇，真正是因婆婆就医也没了。叫伊套餐五点半都要起来，都市人哪有五点半都要起来？一定要起来，哈、哦！你给他过年等啊，娘娘套餐你等下起来煮，好就起来煮。然后早上也不能休息哦，就跟着要去菜市场，啊去买菜，啊去俩鸡葱啊跟着做。他真的完全不会。那婆婆的威严很大，婆婆如果说没有说叫他做，他是不敢做下去。我就惊人哦。可是你知道，媳妇不要等到有一天反击的时候，我发现这几年他好轻松哦。他过年会打电话跟我聊天，我说啊你不用回去了吗？我不回去了。我说啊，阿奶去哪里？我说我台北有事很忙。那你老公呢？他自己回去。哦，啊这样可以吗？要不然呢？那你今年呢？我今年要出国。我说哦，因没生囡仔啦，没有生小孩。然后说今年会不会出国？本来他真的是按部就班的照着婆婆交代他的乖乖的做，但是他怎么做都是用嫌啦，一波一对后啦。军政时期转入宪政时期，我不做了，都没赢，我也不回去了，我出国去玩。后来发现天高皇帝远，婆婆也拿他没辙，所以没有啦。这个婆婆要知道啦，如今的媳妇不是从前了，对，从前那一套，现在的媳妇是不买单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根本以前很泥哦，小时候好喜欢过年，现在要过年好像没有什么，没有气氛，没有气氛，而且没有什么心情，对，没有啊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仪式它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现在都是能免就免了嘛，便宜行事嘛，方便就好。对不对？所以以前该有的规矩啊，现在也都没有。以前来看，听到妈妈讲，诶，咱当时要来下跪，好欢喜个。没有，你得爱先去摕纸币，对对对，啊，然后要来下下料。小时候啦，过年要过年进前，各位女士，啊，都今下节医疗，下节医疗，我得跪，我得跪啊，下头下行啊，拢得跪啊，我啊啊，白水滴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面顶戴石头，跪要崩啊！啊，头一块钱的甜粿有够好食，真的。啊，过来崩，就开始炖，啊，就开始生菇吼，啊，生菇生料都有，生料啊，那个哈，从来没啦。讲到清明了，讲到清明了，哎，你讲到清明，我讲到中秋嘞。妇人喝胎盘素治疗更年期头痛，子宫肌瘤既然变大了。进入更年期，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？要怎么保养才能平平顺顺度过更年期？今天晚上11点，最精彩的内容就在。